台东初平日出台闽南家族的群起新增加一例，关山的新增加一例五十人世界五星案例，二三人已经确诊。现在一个五星也一礼拜来去各位素材，包含的慈松、关山也两个乡镇，有参加的动动位沙崎发通、潘索、跳舞、白土白口唱，故所台东县政府每天出来包含业务抗议，韩国同学、新生总共九十一商业，含的慈松、关山。新增加的两个快筛站，今日下昼慈松、关山总共起检的583人，结果都阴性。韩国闽南的家族群起确诊的案例，今日每新增加两例，台东总共有十例。慈松奉献起飞所老关山卫生所巡访，伊在当天的居民陆续来做快筛，二十八人验，关山五十人筛筛满验，按二三人研究确诊。因政已过包括了慈松、关山两个所在，因政府根据设立快筛站，一个计划是慈松职区外飞办的复业，主要是伫慈松保安局巡航的发通中心来上课，工作也伫鸦片作为清洁手托，当只伫保安局内发通中心指挥民众讲，虽然价格唔少，不过上课的复业老几也着意识有来去，应该唔会被车到。是不是来到偏少天啊？比如说嘛，点就某事某事啊。我们只知道他的传染那个啊，防疫做好就好了啊，那个有什么好怕？那你有去快筛吗？有啊，快筛三剂都打了。现在保安局作为伫慈松有名的景点，不能太多巡访。伫保安局巡访，表示人才业杂，虽然还在境内做成立，不过也惊疫情扩散，正做了做好手套的工作。然后谈到有确诊的人来到伊啊，要同慈差面对。确诊者足迹在这啊，真的吗？在这边，所以。你们不会怕吗？不会啊。讲真的啊，不担心是骗人的啦、啊。可是应该这么讲，我们就跟着政策，跟着措施一起度过。那此生来比，关山镇农会就将要面对太问题。今安的确诊前一日，实地关山面国考教表演，面国考教接到通知过后，除了停电停业受托以外，还加本党员上班的员工，暂时留在宿舍歇一夜。等做个会计隐形才离开。我们有上班的员工呢，全部得出去啦吼，全部留到样的玫瑰学校吼，因为个人有宿舍吼。关山镇农会强调，也唔计员工会计都系隐形，要等卫生局通知过后，过个几天重新营业的时间。市场向工作一讲，从一开始是到新业初三，向度所有的发通都暂停，同时延期。下个新闻资讯同步通。